哎，我没化妆，我的天，我们刚到西安，还没开始呢。但可以给你们那个先说说话了。测试，喂喂喂，test，没有化妆，没有洗头，画了个眼线的，我就马上就是到酒店，马上补了一根眼线，好傻哦，看着好香，我在喝这个鸡蛋羹啊。叫什么来着？鸡蛋醪糟。今天上演吃播不好吧？我们再等等吧啊！反正还没正式开始，8点钟才正式开始。我现在是在测试的阶段就把它开了。你们卡吗？看着。来到西安，我就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车上堵了2个多小时，我的天呐！就是路程很短，但是就特别的堵。然后我在车上，我就提前把外卖叫好了，因为没吃东西，在飞机上也在那睡觉。然后我就叫了一些那个凉皮，还有那个臊子面。然后现在就是在吃，饿死了。这个凉皮好好吃。真不错，嗯，刚开播啊，还没，嗯，现在正好8点了，什么？我到西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没有化一个完整的妆，因为就正好堵车，我们就七点半左右然后才到，然后就赶快把设备这些打开。我没有想到就在路上要路途这么久，太堵了。这样也很美，真的吗？声音有点小，你是说我说话声小吗？现在呢？现在是不是好点啊？我把话筒音量调大了。你们吃饭没有啊？来一口凉皮儿。你们是不是这个凉粉还有这个鸭血粉丝？吃吧，我吃完了。你不喜欢吃这个吗？我觉得这款不是我 get 得到，凉粉也还蛮可以的。吃的什么？西安酿皮儿，还有西安的那个臊子面。我觉得这凉皮还可以，其他的还行，还行吧。可能是我叫外卖没叫对，我叫的是第一家，他写的是必点榜的排名第一位，好吧。给大家，你们吃过那个凉，就是西安正宗的那个凉皮，还有臊子面，还有 biang biang 面吗？喂你一口啊！哎呀，掉了，不行。嗯，好好吃。谢谢奋进者。凉粉辣不辣？嗯，不辣。我给他备注的，你知道，我还备注的说，因为我知道就是肯定口味它不会很重口味的，因为他们这种油辣子或者辣椒，它都是香的那种，不是辣的。我说多放点，味道重点，结果还是不重，看着很红啊，但其实一点都不辣。嗯，放点锅儿，我等会还给你们唱那个我的新歌呢。等我吃一会儿，
来是新歌首唱，结果变成了词播，我醉了。大家体谅我，要按时吃，我不能就是在直播完了再吃，那样的话对身体也不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如果吃东西，你们也好久没看到我吃东西了，就是直播吃东西是吧？也是一种享受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新歌？我的天啊，爱着每天的你啊！你真的不知道我揍你！它这个鸡蛋酒酿还蛮好吃，来两吃两份不？拿一个去尝一尝。对对对，它那个凉粉它不是凉的凉菜的凉粉，它是炒凉粉，它就是把凉粉是切成那种一坨一坨的，然后呢？来加上佐料一起炒，热炒。就是凉皮儿，是这个凉皮儿不是那种很宽的、很薄的，它是那种像面条一样的那种粗的，然后窄的。对，本来预计的是6点钟可以吃饭，结果多堵了接近2个小时的车，真的国庆节。出行我的天哪，去那种就是你要旅游城市，像西安，你知道大雁塔这边就是人爆多的，平时本来他那个司机叔叔就说很堵，然后是国庆第二天就更堵了，就是你知道吗，1公里的路我们就大概走了就半个多小时以上，1公里哦，就1000米。你刚吃过饭又错过，你错过什么？没有错过我，我刚来，我刚开播。主播哪里人？我是重庆人。它这个味道就微甜一点，一点点糖，里面是鸡蛋和那个酒酿一点点。我现在吃了，我晚上就不吃了。如果我现在不吃，我晚上再吃，因为现在吃完了，我下播完我就要去排练了，彩排。我明天不是在那个大悦城那里活动吗？全民 K 歌的，然后要彩排呀，只能等晚上去彩排，等那个大悦城关了门之后，所以还蛮晚的，我不能等到那么晚才吃东西，那样更不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弟，好像这种户外的，如果是在商场附近或者商场的彩排，一般都是等到商场结束。皮肤真好，哎呀，我皮肤虽然是好，但是这个美颜效果也还不错。就我没化妆，你看就看着皮肤像鸡蛋一样的。明天的活动有直播吗？我不知道，明天的活动有直播吗？明天，哎，明天那个唱歌。播的，这是全民 K 歌是吧？有的，但不是在这里。你们听得到我说话不？会不会声音？会不会音量那个音乐音量太大？谢谢姐姐的小火箭和花开。哇，腿哥很生气，你为什么有1000多个小火箭？我知道你们这些礼物全是免费的，但是为什么数量大家不一样呢？不都免费吗？
看起来好像很不得了的样子，哇，这么多9999啊，结果一分没有。嗯，什么，谢星星。然后刚刚已经有很多蘑菇在机场来接我了，还给我送了好多，给我投喂了好多薯片还有麻花，然后还有那个蛋糕还有饮料，我都在车上已经吃了。看我吃又饿了，那你吃点呗，你现在吃了你等会儿说不定就不想吃了，总比你等会儿晚上再吃好。我怕吃饱了唱不出来了。我慢慢吃，不能吃快，我之前就是狼吞虎咽就一直快吃，那样对胃不好，就要一点一点慢慢吃，对不对？明天去看我，真的吗？你知道我在哪里不？我现在可是没有在北京，没有在重庆啊，我可在西安呢，一下飞来西安了。我爱冯提莫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冯提莫是谁啊。对，西安大悦城，来玩儿呢。你们国庆节、你们中秋节去哪里玩的吗？因为我看到好多就是朋友啊，然后还有大家都是在到处去玩，或者是跟亲人、家人聚。我感觉我好悲催哦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也还好，因为我看到今天这个堵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的难受，就堵这两个小，就堵了这两三个小时的车。我特别生气，我说，还好国庆节我哪里都不去，还好国庆节全是工作，不然天天你看面对这种场景我会气死的，都是在路上堵着，好难受啊，我忍受不了这种，因为我本来就很讨厌等待。你没有被堵在路上吗？假期？都没出去，是不是都在跟家人聚啊？好吃。嗯，我后天就去另外一个城市了，去上海。是录制。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，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上班，然后呢放假，就是好不容易有个这种大长假，都是肯定要去玩的。我觉得就还好，我今天我来可能因为我直接就从车上下车然后到酒店了，我没有感觉到太冷，我还有点热，因为我系了个围巾，戴了个毛线，戴着这毛绒帽子，然后可能就在车里又很闷，我现在就有点热，你知道吧，闷得我在流汗了，热。嗯，憨憨，我回去都没有时间把憨憨给接出来，还是就让他一直在那个宠物公寓的，因为我回去就待一天，然后那一天还全都是事情，然后就是不可能去接他呀，把他接了的话
第二天然后又要送回去，就来不及，哎，只能思念他了。别提憨憨，提了我伤心。但是每天我可以看到憨憨的视频，因为那个宠物公寓他们每天都会录点憨憨的视频发给我，就发给主人们，因为知道就是狗狗的主人们会想念他们，特别搞笑，他玩的可开心了。冰箱里有饮料哈，你渴了就拿吧。哎呦，等会儿再说吧，我先缓一缓。你们想看憨憨的视频啊？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吧。不清晰，挺模糊的。你们看啊。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宠物公寓的老爷爷特别特别喜欢憨憨，然后天天他可以带憨憨多出来玩。就这样，然后天天就是这个老爷爷就特别喜欢他，天天把他放出来玩，然后特给他起各种各种外号。这个爷爷都会心的笑了，你知道吧，好搞笑。还有之前的人都类似这种，获得了自由。不跑了啊。开心的很，根本就，还有这个好搞笑，还在那儿作揖。作揖嘞。他已经有新主人了，根本就不需要我。你没看出来他很开心吗？嗯，在那儿作揖呢。比看见我还激动，他看见我根本不激动，看见我是跑吧，吓到了，怕我。什么意思？憨憨明显比我玩的开心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不该把他接回来吗？你们说这种话，我太伤心了。舒服了。哎，我今天在那个飞机上，然后在路程上又是录了一天，我醉了。那每一次那个什么，每一次就是飞来飞去这种东西，就是行程基本上都要一天，脸都肿了。因为我在飞机上你知道吗，我本来把鞋脱了，然后是在那睡觉嘛，穿那个拖鞋，然后就我要下飞机的时候，我穿我自己的那个运动鞋穿不进去了，就肿了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，就像坐很多长途或者什么的，为什么脚会肿呢？而且我肿得特别明显。
有味道了，什么鬼？我没有味道。不是，还是是可以。哎，我，哎，是可以脱鞋的哈。你别以为我是那种没素质，就是把鞋脱了怎么的？它是可以脱鞋的，然后还换拖鞋。脚有麻，麻到不麻的，头有点痛，头就是很酸。因为就是我没有带那种 U 型枕嘛，然后就这样睡睡睡，然后就我头你知道歪久了，就是那种特别的难受，然后又换个姿势继续睡。给我揉揉，隔空揉啊，嘟嘟嘟嘟嘟嘟。你好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带个出差什么，还是带个 U 型枕。我那个枕头带了吗？是不是没带？哎，忘了。反正之后出差都带着。你们想听什么歌啊？我吃完饭了，我可以唱歌了。怎么都在问主播哪里人呢？主播火星人。哎呦，不行，看来我左脚没右脚灵活。我多找一下这里面有没有，好像没有哎。康康。You? 唱个摩托，我把歌词找一下。今天下雨了，希望明天放晴吧，因为明天我要在户外，然后在那个台上，不要下雨，呼呼。生活在电影里，一时间的小甜蜜，有什么小剧情，边边逗我也开心，马尾辫，大卫衣，加满油摩托给你。两个头盔飞至前后，我们坐一起，大太阳戴墨镜，榴莲冰配冰淇淋，沙滩蟹小螃蟹带回家煮海鲜面，牵我手慢慢走，爱崩塌的你身后，一个眼神心思都在偷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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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骑摩托的傻妞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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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还是想前方有你等候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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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中年的时候，一定要进入我的梦。冲动的话让我怎么说不出口，你还坏坏的，突然一下子的冰冻。晚餐选了一家你最爱的排骨锅，其实你说我也有点喜欢我，大咧咧不一定没小仙女的温柔，可以浓妆艳抹，可以素颜丸子头，晚上那梦境帅气的我引起发动，公路速度爱情我敢往前冲。太阳戴墨镜，榴莲冰黑冰，沙滩蟹小螃蟹带回家煮海鲜面，牵我手慢慢走，海风打到你身后，一个眼神心思都猜透，骑摩托的傻妞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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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还是想前方有你等候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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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
进入我的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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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骑摩托的傻妞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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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二十向前方有你等候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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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中年的时候，一定要进入我的梦。哼，一定要进入我的梦哟。我在西安，你在哪里呢？哼，这个国庆中秋有没有出去玩耍？我好羡慕你们呀哟。你们此刻在哪里呢？哼。啊，出不去，现在还出不去吗？不是吧，不是都解开了吗？还在奔风着呢。嗯，西安，你在西安出不来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打嗝的，憋不住。 Sorry。 嗯，那天的节目事件应该是在到时候优酷能够看见，我到时候会跟你们说的吧。声音有点小，不是吧？我这个已经开很大了，我话筒再开大就会炸麦了。现在好一些吗？不能开太大耶。我一般每次吃完东西，我嗓子都会有痰。我问了，就是大家还有其他的朋友，他们不会这样，就我会这样。每个人身体结构还不一样。画质是怎么回事？画质不好吗？喂喂喂，嘿嘿哈呼，嘿咔哒咔哒嘎咕嘎咕咕嘎咕嘎咕。我现在就在那个西安呢。我刚到，白天能蹲到我吗？白天我本来就在西安这个大学城，这有活动啊，你可以现场看到我。他这个活动就是那个，对，就是公开对外的，又不收费，又不要门票，你来这里就能看到了，你还需要蹲吗？不需要蹲就能看见，好吧？你站着吧，蹲着我怕你被踩，因为现在是国庆那个假期，人还蛮多的。蹲着我怕你看不到我，因为本来就人山人海，然后你蹲着我本来又不高，是吧？你蹲着怎么可能看得到我嘞？出门还有公司批准，哎呦，那我们只能下次见了吗？没事，那你明天可以看那个网上的，网上也有直播的，好像。哎呦，我吃饱了呀，好撑哦，撑哦。那我唱不出来了，叫哥哥，哼，臭弟弟，你还让我叫你哥哥，你是谁呀、啊、你啊？你们再叫一只冯铁男，还叫哥哥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，喝多了吧？啊，再加两颗花生米也不至于你这个样子。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？你是说我什么声音小啊？说话的声音小吗？麦克风的声音小吗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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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哦，这里现在好一些不？现在好一些不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，现在声音好一些吗？哦，是这个下面这个按钮。好吧，冲我各种关系的那肯定都有啊，那你们就信了，那你们是不是也太单纯了呢？弟弟你好。他这个怎么没有那种什么头饰啊，脸上的那种东西啊？哎，有滤镜，我们来换个滤镜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谁在骂我？这个滤镜我蛮喜欢，有点黄，有点黄。
是不是太亮了？都亮得我额头发光。这个也八错。啊！怎么回事？你给我站好了，你给我站起来。谁允许你倒下的？哎呦！吓你一跳 ，sorry， 因为我这个手机它突然差点倒下来，如果倒下来就倒在我这个碗里了，那太可怕了，我这手机就报废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这不是麦片粥，什么啊？这是那个鸡蛋酒酿，鸡蛋酒酿啊！来，你要吗？给你们唱个我的新歌，好不好？爱着每天的你，好不好啊？兄弟，姐妹，姐妹，姐妹，兄弟，兄弟，姐妹，给你们唱一首我的新歌，叫做《爱着每天的你》。听得懂吗？是不是海的方向吹过来了哀伤，带着淡淡的甜蜜，像极了棒棒糖，美得像彩虹一样，幸福闪耀眼的光，甜蜜甜蜜甜蜜遐想。回忆那次亲吻我，紧张的好像缺氧，不知道该看哪里，不敢和你对望，你就像彩虹一样在我面前闪耀着光，对你对你对你设想。我很喜欢春天的花和夏天的光，秋天的黄昏和冬天的暖阳，和每天的你一相守相望，幸福不过就是这样，和你一辈子也不觉得长。确定是海的方向吹过来的哀伤，因为你像海一样有宽广的臂膀，好想把我的微笑印在你的大手掌，温暖温暖温暖遐想。回忆那次亲吻我，紧张的好像缺氧，不知道该看哪里，不敢和你对望，你就像彩虹一样在我面前闪耀着光，对你对你对你遐想。我很喜欢春天的花和夏天的光，秋天的黄昏和冬天的暖阳，和每天的你一相守相望，幸福不过就是这样，和你一辈子都还会喜欢春天的花和夏天的光，秋天的黄昏和冬天的暖阳，和每天的你一相守相望，幸福不过就是这样，和你一辈子也不觉得长。我还是声音小吗？我听着为什么就很大了？你们听着声音还是很小吗？我已经调很大了，我这个耳机都有点炸麦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有的人说可以啊，你把
半奏小。哦，你是说的半奏小，半奏我是故意调这么小的，不然我听不到自己声音啊。你说，哦，你们把手机音量开大不就行了吗？让我这里开大，你们那里也可以有按钮的呀，就在那个，你们手机左边或者右边有那个上下键，按上往上一直按，往上一直按钮，按按按。我这个反正已经是最大了，你们戴着耳机或者什么的吧。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我这个已经是最大了，我来试一下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样我声音会大一些吗？说话声音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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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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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是最大哈，我现在再把它开小一点，现在是小，现在是小，啊，没有反应对吧？好像没有区别，那这个按钮是没有什么用。我看一下啊，那这个按钮呢，我再试一下这个哈。现在我把它扭到最大，哎呦，炸了都！现在扭到最大，扭扭扭扭扭扭，最大最大。现在你看是不是爆掉了？不行不行，还是这样吧。刚那样爆掉了，我自己耳朵里面听是爆掉了的。还有现在这个按钮，这个按钮，这个按钮，现在这个是怎么样？现在是最大，现在是最大，最大最大，放小放小，小小小小小小小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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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是不是我这个扭的最大？那我这个扭的最大，你们还会炸吗？我怕炸麦呀！一二三，哈！行，那就这个，我们等会来试一下吧。我把它扭到最大呀，没炸呀。OK， 懂了，我把这个扭到最大处。给你们唱个再弹记忆哦。Maybe the slowest bus
Tell me they are tough errands. Say again. Sometimes a memory was white in my mind. Say again.Set me free. Say, oh, 还没开始，我唱错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主播哪里人？你是有那种东西吗？就是那个叫什么一键问话，因为好多人都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有那种快捷问候语啊？嘿，我猜对了，我去！哎呦，我就说怎么全在这个东西？你们懒得打字，你们也太懒了吧？字都不会打了，因为我看到明明前面是一二一九号，还在问主播哪里人。一二一九是我的生日，那起这个名字，那肯定是就关注我很久了，不可能说我哪里人都不知道，还在问这种就是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萌新问题，所以就一看就假的很，肯定是会计用语。你看破案了吧？我是哪里人？我是你的心上人。不好意思，还上头了这个可乐，醉了。一下子破坏了气氛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娃娃们摊开来手掌。刚刚有人说我坐姿不好，坐姿不好看，我一下子坐姿。我刚刚是那样，就是盘腿坐的，怎么了吧？盘腿坐怎么了呀？这个证明我待你们是熟人一样的，我待你们就是特别的那个叫什么，特别亲切，所以我才没有在乎自己的那个仪容外表。如果把你们当外人，我就早就一个全装，然后就是非常规规矩矩，就是非常端正的在你们面前了。你们其实就想那样，对吧？我拿你们当亲人，你们说我姿势不好，唉，终究是错付了。错付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叫哥哥不会也是会计用语吧？因为有几个人都在那叫哥哥，我觉得很奇怪。
怎么没有叫姐姐？真的是啊，我的天哪！哇，我的这个见面把手上，哎，我想怎么还有这种会计用语啊？这个有点不好吧？那我觉得要弄个叫姐姐。我就说有的人起着我的名字，怎么敢这么胆大包天的说这三个字？不可能啊，对吧？哼，胆大包天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哥哥，哎呀，好恶心哦！我自己被自己讹到了，我的妈！叫姐姐我可以那个叫什么撒娇一点，装一点；叫哥哥的话就算了吧。恶心心，你才恶心心！我嗓子，对着我们还唱歌呢。哎呦，我有点醉了，刚刚喝了可乐，有点上头，现在有点飘。你们别说那些东西，别在那要求我，不然的话我可能会真的坐了哟。你们谨言慎行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在干嘛呢？妹妹，妹妹，妹妹不好叫哎，我觉得叫妹妹吧。我一般是凶的，我不可能是对妹妹的态度很好的那种，对吧？如果是姐姐的话，证明我有需求，有需要姐姐帮助的地方，所以我会那个撒娇一点。姐姐，你帮帮我们！妹妹，你给我过来干什么？就这样的。对，保护嗓子，别让我发出这种很爷的那种嗓音了，好吧？我感觉把我嗓子给压哑了。流鼻涕了我。你看不见聊天，只能看见礼物，不会？那是不是网络不是很好啊？你好像可以屏蔽礼物的。屏蔽礼物在哪里啊？知道的小伙伴说一声。有些累，想要一个人静一回，你的眼含着泪，我的心也跟着碎，你为每个人憔悴，为他扛下所有罪，我为你执迷不悔，整夜无法入睡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。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。就是往右一滑，好像他们说就看不到礼物了。我这不行，就这样。心扉没想象中的坚强，坚强的面对是与非，想要给你的安慰，你淡淡笑着拒绝，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付出一切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
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？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？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。谢谢大家说好听哦。明天唱哪些歌？明天还唱蛮多的，还挺多的呢，而且好像就是要玩那个游戏，他不光唱我自己的歌，还有其他的歌，嘿嘿，有很多你们喜欢的，你们可以来现场听哦。想听什么？对啊，明天还要唱呢，我今天不要唱太多，有点想我来先来啊。明天白天来还有机会，因为那个活动是明天晚上。来吧。苏呼我这个可乐不长胖的，因为它是那个零度的。几点回上海？什么叫几点回上海啊？明后天，后天去上海吧，去出差。我指甲都要掉了，我要去补个指甲，不然的话，拍出来太丑了。你看，被我抠的，我指甲现在已经你知道吗？就是薄的像纸一样的那么薄了，就前面这个被我抠掉的部分，因为我经常就这样抠抠抠抠抠抠，然后就是把那个指甲连着我的。把那个指甲油连着我的指甲一起抠掉了，越抠越薄，现在特别脆弱，轻轻一掰它就断了，就歪了，现在已经变形了。啊，我之后一定要就是努力克制自己的手，不让自己抠手了，我太爱抠手咬手了。要么就这样，要么就是这样抠抠抠抠抠，烦得很。清唱啊。哎呀，想听我唱什么清唱呢？混响开起来，你们这现在听这个混响会不会太大了？ You are the shadow to my light. Did you feel us? Another star, you fade away. Afraid of aiming out of sight. Wanna see you aliveWhere are you now? 谢谢爱过，曾经那么深深爱过。谢谢爱过，曾经你深深爱过我，陪伴开心的快乐，分开关心的联络，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你陪着我。看时间流过，有什么？我看看，他说我在家天天看番茄小说，听我读小说享受，没什么丢。不是听我的小说，为什么你说到丢人这个东西？这不是很开心的事吗？真的是啥意思啊？他居然来一句听我的小说没啥丢人的，这你应该感到很荣幸。听我的小说是一件多么快乐多么高兴的事情啊，你多听，我也听啊，我爸也听啊，然后就是又不是什么，就是什么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小说，弄得好像在读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一样。你给我最好谨言慎行哈，别在那儿乱说话，真的是你这个语言表达方式真的有点问题。
我觉得可好听了，我自己都听，自己听着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之前我不是那种喜欢看小说的人，我可能初中高中喜欢看，后来就一直没有看，然后结果我自从我自己然后就是把那个我读了好多字，然后呢就是听着自己念出来的那些小说，我觉得哇声音好好听啊，就好甜呐、啊、那些小说就是可能我不太喜欢它的内容什么的，但是我听着我自己的声音，然后我就可以听很久。那么好听，居然在那儿真的是扯七扯八的，对不对？我朗读的小说好好听，我也觉得。少爷，你今天要去哪里？我能陪着一起去吗？好的呀，少爷，其实我喜欢你。好像就是这样，好像类似是这样的。不管你怎么样，我还是喜欢你。你看多好听啊，这么甜，你哪里能听到这么甜的？就是真的，就是我自己配的好吗？一个字一个字配的，绝对不是那种假机器人，好吧？吓你一跳，吓死你！所以赶快，就是别想看到我这么那个叫什么的一面，就是凶悍的一面，直播里面会出现，或者平时会出现，小说里绝对不会出现。小说里是一个完美的我，好吧？是一个那种温柔大气贤惠可爱甜，然后不会发脾气，就算发脾气也是萌萌哒的那种。我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，你再这样我真的要走喽。哎呦哎呦，真的是有点那个，完美的我就在小说里。我对呀，我说自己说这种东西，我自己脸都红了。曾爱莹错过，爱莹，哦，对我怎么脸红了？好奇怪哦，可能我自己觉得有点太那个了。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走过路过没遇过，转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想创在借口，想创在借口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了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好好的，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。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到站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想装在借口，想装在借口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了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好好的，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，
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回头转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想撞在街口，想撞在街口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了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好好的，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，走过路过没遇，还没开始，说对不起啊，知道错了吗？你知道错了吗？你知道错了吗？啊，你知道错了吗？撞到了，不说对不起。嗯嗯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回头转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。想撞在街口，想撞在街口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了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好好的，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，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回头转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想撞在街口，想撞在街头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了要说对不起，本来今天好好的，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。哎，好开心的，这样感觉可以假装打到你们。我只能在这个网上假打了，到现实之后怂的一笔呢。对，我要忙，时间到了，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一转眼一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我等会儿应该，等会儿要去彩排呢，应该是11点左右吧，是吧？这彩排很晚哈。可以推荐一首经常在听的歌吗？哎，可以啊，因为我看一下 One Day， 这个我就会经常听。还有像爱着每天的你呀、玻璃糖啊、恋夏季呀、摩托呀、佛系少女，冯提莫的歌每天一首循环100遍。还有我选听那个 Miracle 奇迹。还有就是那个 The Spectre， 还有最近听那个 You Broke Me First， 还有 Let Me Down Slowly， 这些清空啊，对啊对啊，谢谢爱过呀，即视感啊等等。你推荐给我的歌曲可以啊，你发到超话，因为我每天都会刷超话的。虽然我一直是上帝视角哈，我有时候很少说话，但我都会看你们到底发些什么，然后每天做了些什么。今天看到一个那个，有个蘑菇在超话发了个什么 Timo 的宽面馆，然后发了好多面，然后所以我才点了面食，我就点了好多那个臊子面什么的，还有凉皮儿，就看着好有食欲哦。我记忆很深刻的是那碗打卤面，那里面看着好多东西，好好吃啊。打卤面是哪里的呀？这打卤面是哪里的吗？看着好有食欲，我去，就现在怎么就很喜欢吃面食了，以前我不是很爱吃。打卤面，那里面好像有很多料。北京，真的假的？我在北京待了这么久都不知道，那我回去得吃一下。什么？谁说凉皮不好吃？凉皮好吃，凉面也好吃，好吧。28号去偶遇了，28是哪天？前两天吗？哦，我知道呀。明天呢？我们得明天见了哟，我要下播了。然后等一下收拾收拾，然后等会儿去彩排一下。然后明天希望明天不要下雨，然后天晴。呼呼呼呼！祝大家中秋国庆快乐，然后你们一定要每天开心哦，然后出门什么的注意安全哈，这几天好好玩耍，因为再过几天假期过得很快的哟。
双节快乐，祝大家双节快乐。知道吗？现在都双节了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还单身，你就是双节棍儿，因为这个叫光棍嘛，棍儿。然后现在就是你如果是在双节，然后你还是一个人，那就是双节棍儿。你是不是双节棍儿？这不是一个梗吗？你就三天假呀。大家好，我是双节棍儿。好，谢谢你的祝福，明天我会加油，然后希望我明天活动顺利，然后明天也有很多蘑菇来到现场了，希望看到你们哦。那你们早点睡觉啊，拜拜。对，明天活动也会在全民 K 歌，是晚上，拜拜。